第37题、38题是题主。陈恩在实验室中以二氧化锰与双氧水制造氧气，其装置如右图，请根据此实验过程与结果回答37到38题。第37题问，实验时若氧气生成的速率太快，下列何种处理方法最好？老师在上课提示过，这个实验的注意事项有，如果气体产生太快，要将导管从水中拔出，所以第37题问我们说，下列何种处理方法最好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，暂时将导管移出水面。